上好，我的中文名字是王一松，我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， 可是我的朋友叫我 Robby， 这个名字的中文是 Robby。 如果你能叫我一松，我很高兴。我在 UBC 工作和学习中文，我的家有四口人，我爸爸妈妈姐姐和我。我爸爸和我都是电脑工程师，我妈妈和姐姐都是大学公务员。我的生日是1985年4月2号，所以今年我36岁。明年我37岁。因为有新冠病毒，所以今年我生日的时候我没去 Texas 旅游。今年我生日的时候我点了中国外卖。明年我想请我的朋友吃饭，我会去温哥华的中国餐厅吃饭。因为我有很多爱好，所以我每天都很忙。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早上11点在 UBC 大学有中文课，星期二晚上我和朋友打球，我天天去健身房。你们喜欢不喜欢运动？我们大家一起去健身房运动怎么样？这里是 Concord Community Park。 我在家工作的时候我喜欢来这里运动。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打球，这是 Dodgeball， 是 Dodgeball， 很有意思。你的朋友在哪里啊？Vancouver Christian School。 这是我的朋友 Stan。 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我在大通化买中国菜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中国东西，和我可以和工人用中文聊天，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觉得我要这个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，他们有很多面条，很多面条。你们觉得我喜欢不喜欢吃中国菜？今年我生日，我做了什么？我非常高兴跟你们一起练习中文。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呀！再见，再见。